今天9月16号，9月16号的星期五，我们今天大乐透，我们只有中两只，中的是17173434。如果说再中一只，那我们就中了。今天再中一只，那特别号也好，或者是在里面中三只就有400块钱，三只就有400块钱，啊！大乐透今天中539呢，已经两天都没中了，539已经两天没中了。希望今天最后一期，啊，今天这个礼拜的最后一期，我们能够中个大奖，啊，我们预计10只能够中个大奖，啊，希望大家在中秋连续假期都能赚到钱，啊，今天的是祝大家好运哦，啊，如果说你要6支牌或4支牌，可以来电来索取，我们现在很便宜，就是100块啊，只要问1支牌啊，你今天到万华龙山寺对面啊卖名牌的一张纸也是100块钱呢，啊，好，啊，就我们就是一张一百，我们常常中奖的，我们不是偶尔中奖。这个礼拜开5天，我们礼拜一中，礼拜三中，礼拜四、礼拜五没中啊。希望大家好运。